好，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一堆书啦，就是一本书。那其中呢，有一本书是 Web 程式设计。那这个是在讲 Web 的哦，但是伺服端的部分我们是有教 Node.js，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章的内容。我安装怎么做？我怎么样子做这些操作？然后，工具怎么用？基础的程式怎么写？所以我把它贴到我们的社团里面。OK， 那干脆先把它置顶吧。这样子你就比较容易看到。好 ，OK， 那你可以从这一个网址进去稍微看一下，如果你要比较快就想学到比较深入的部分的话，可以先从这边。好，这一章是在讲命令列的，后面就讲 Web 的部分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这边你可以看。那整本书我也介绍了。整本书是讲网站设计的。好，那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那这里各位如果已经试完了，你就看一下书；如果还没试完，请你继续试。